今日嚟呢個 downtown 嘅呢間法國餐廳，都幾靚，一間古色古香嘅一個大宅。咁但系咧後邊咧就 fusion 咗一個大廈，好搞笑。咁啊，仲有 patio， 價錢都唔算過分貴嘅。咁啊，食 brunch 呢度幾靚，佢古色古香得嚟咧，有啲現代嘅元素喺當中。移民叫咗杯 Americano， 我就係 Cappuccino，Mini 都係 Cappuccino， 咁啊飲住先，大家都係搞部手機嘅。Mini 問你個咖啡好味啊？佢個 Cappuccino 好似個奶味就唔算好強，但係咧個咖啡味就好濃呢個。上次好似去三藩市飲嗰個好似好味過呢個。这个我觉得辣口一点，这个又不是 coffee， 这个不是 special， 这个是哦，那是，那是，各自各精彩。哇，我那个好靓啊，真的很靓。那他用蘑菇汁再是一个蛋，那两只色加上少少菜菜，那个就好像猫星人那个样子，蒙面超人咸蛋来的，那种咸蛋超人。这个就传统一点，那但是最大堆头是他，很开心。里面有这个火腿芝士那个 clip， 还有菠菜。Minimum 这个超级丰富的。Minimum 你吃一下那个。你吃了先。哦，那个有个冬菇的，那个人。冬菇好美。个肠好唔好味啊？嗯，好味。呢个好定系上次同阿小猪佢哋去嗰个 Le Select 嗰度，你都系叫过类似嘅一个早餐噶嘛？呢个好味嘅。哇，好滑喎！佢呢个酱汁好难整嘅，即系你自己喺屋企。佢有呢、这个嗰啲有顏色嗰啲，即係最近健興都有得賣。佢啲蘑菇，個蘑菇個味就唔係好濃郁，但好甜。即係黃色嗰啲啊？係啊。佢個蘑菇其實好似忌啲蘑菇湯嗰啲汁咁。咁然之後嗰只蛋好滑。佢個汁仲要咧，剩咗啲黃色嘅蛋黃啊，咁再加埋嗰個蘑菇湯嗰個汁汁，個色澤好靚。佢就唔係好濃烈嘅喎，佢嗰個蛋蛋，咁但係咧就好豐滿咯。佢好就好在咧，佢蘑菇汁再加嗰個蘑菇本身，咁有兩種唔同嘅蘑菇味咯。因為蘑菇湯嗰個就麥味啲嘅，咁佢再配一個清甜嘅蘑菇。蛋好正啊！菇菇嗰个汁同埋个蛋，佢个酱靓，系咪有啲芝麻？嗱，你独立加埋咧，即系你独立净系个蘑菇，独立只蛋，独立个菇咧，就唔觉得特别嘅。佢三样嘢沟埋咧，就一来真系色香味俱全。嗯，真呢个好靓。试下 mini 个 clip。相對嚟講，我嗰個字碗最清嘅。Mini 嗰個咧，就個火腿好金，金得嚟咧就好軟淋淋，嗰啲高級嗰啲，但咧佢又整到好香，同埋係熱嘅。咁有個好薄嘅嗰啲 clip 皮，唔錯唔錯。Mini 嗰個都幾好味。咁再加埋少少灼淋咗嗰個嘅菠菜，哦，佢呢個都有少少落咗軟芝士喎。係啊係啊，佢有 green 啊。係啊，佢唔多，但係咧落咗少少。有 minimum 讚頌嘅呢個冬菇，咁佢個冬菇啊冇定喎，可能抽油咗。切咗。我覺得佢似蘑菇。但係好香，真係好似人哋浸咗啲冬菇，但係佢有種
燒烤焦焦咁嘅感覺，就唔係壞事嚟嘅。喺佢嚟講，就會特別顯得佢有種濃烈。阿 Mini 雲俾咗咁大嚿腸腸我，試下佢嘅腸先，腸啊好大條啦。佢嘅腸個香料味好重，裏邊好鬆化，個口感有啲似潤腸嗰啲口感，但係佢就豬肉，除咗豬肉之外，佢應該都溝咗少內臟嗰啲，如果唔係唔會有呢種味道。啊 ，Mini 雲，你覺得佢煎得好啲過你？好過我係，我煎得太乾啦。但係佢又脆卜卜嘅喎。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就覺得佢煎得好。好犀利喎 ！Mini 覺得我嗰個最好啊？係啊。你其實想叫我嗰、那個？係啊。哦，不過我永遠都係叫 Amy 嘅嘛。咁你試下其他咯，又啊 Mini 咧，説時遲那時快，立咗我小半個蛋蛋之後咧，佢咧又俾翻呢個蛋蛋我。辣豉咧嗰個咧就比呢個濃烈啲嘅個口感，但係咧呢個可能咧純粹係佢落得多鹽啲，佢蛋味濃厚啲。呢個咧就靚過嗰個好多，靚過嗰個好多。咁啊，甚至乎我哋有一次咧去呢個法國巴黎嗰度咧食過嗰個蛋蛋都唔夠呢個靚咯，齋計嗰個樣。咁而咧呢樣嘢三合一之後咧係。混和個味道雖然是比較淡啲，但是咧佢就好好味，咁所以呢個有驚喜咯，好似 Mini 雲咁，所以呢個好過辣豉咧，同埋佢個價錢其實真的不貴咯，我試下咗 Mini 雲，哇，同埋個蛋真係好味喎，變咗太陽蛋通常都係好好流喎，我覺得。但配埋咁樣食流咯，仲要加埋芝士喎，其實咁跟住食落去嘅時候，有啲火腿咁樣好正。嗱呢隻蛋我真係煎唔到啦，你煎唔到，我仲話咁樣，仲想問你喎，你可唔可以做到咧？我唔係太清楚佢點樣煎到，都得嘅，佢有少少似玉子豆腐嗰種，跟住我再加個蘑菇湯咁樣，試下搣唔搣搣到佢。我試下啦，翻屋企。呢種番茄我應該煎到嘅，係啊，厚切，然之後用個 pan 嚟煎咯，煎到有少少焦焦咁。番茄其實好快就會焦焦嘅，輕輕落少少糖，或者落多少少油咁樣，就會煎得好味。牛油啊，梗係最理想啦，嚇、嗯，最邪惡嘛，係咪？啱 mini 冇。呢啲餐廳食早餐下次唔可以再重複買呢啲節目。知道我們喜歡的，因為我在家裡都是這樣吃，他這個應該是層層蛋一堆上去，但是怎麼可以堆到它本身很厚，我想它要發得很厲害。我喜歡白色的黑味多過美色的味道，剩下的汁都好吃，它的蘑菇和蛋所以呢很夾，它有不重口味，它很輕的，它是淡味，但是呢它就不是薄味，即是 它有它很濃郁的，譬如蘑菇蛋蛋，但是呢它就還有少少芝士，呀 Mini 雲邪惡的煙肉，我覺得蘑菇，它是蘑菇，但它是個 texture 和厚身的 dense 的，應該不是冬菇，有冬菇水那陣少少冬菇水味，但它有落蘑菇那種麥味啊，有個深沉嗰種，好似之前嗰啲大菇嗰種，但係佢就係大菇嗰啲 texture， 即係寒大菇咁。佢有回過嘅應該係，應該有。佢燒完之後回定係回完之後燒唔掂？好似係呢個。哦，係啊，佢個煙肉咧，唔知點解個同皮咧，但係呢個菜卜卜裏邊一樣有汁水，而且又仲好嫩喎。佢煎得好喎，唔掂唔掂。
搶完之後再沽，因為大鱷就係咁做，然之後鬥個搶就略為鹹咗啲。如果佢話沽曬，咁話沽 OK， 即係一開始唔覺嘅，食得多少少咧，就覺得佢略為鹹咗少少。但係個搶如果唔鹹咧，又好似整體嚟講呢餐幾好，最好就嗰個鴨面。下次真係可以嚟試下佢個晚餐。同埋個環境都幾正咧，咁誒打卡都好。Minimum 啊，呢度咧啲牆紙啊似老虎爺爺啲畫，咁老虎爺爺咧就可以咧愛嚟咧呢度發達啦，做生意。其實嗰啲老虎爺爺啲畫啊，即係啲商業大廈，係啊，裝飾啊，公共場所啊嗰啲裝飾都好，唔單止牆紙啊，就咁擺幾幅畫咁樣，有啲高格嘅咁。咦，佢又唔係咁，唔係太爆張喎，或者 Minimum 你好犀利，吸血鬼咁絕曬啲張喎，呀！好唔優雅。啊 ，OK 啊，食呢啲係咁噶啦。Mini 咧食到最後尾都仲係可以好優雅，慢慢慢慢咁食，咁同 Minimum 相形見絕。我都係好粗魯嗰啲人，我比你更粗魯，放心。好，睇下 Minimum 食。食完蛋之後咧，睇 mini 食啦而家。mini 唔係就咁一啖食落去噶喎，哎呀，睇唔到 mini 添。切開寧願真係啲汁爆出嚟，嘥咗啲汁佢都要，即係寧願優雅都唔要，即係口大食四方，或者口大食窮狼。食窮狼唔好啊，食窮我啊陰公。好味啊，係啊，配埋個蛋蛋，我覺得好味咯。尤其是佢有啲菠菜啊。有個 clip clip 啊咁樣，咁變咗佢唔流啊！好得意，佢張單有條鎖匙嘅。Mini 俾錢，耶！俾錢相愛呢啲真係。